第35题 ,35 到36题是题组。右图是一个垂直上抛一小球的示意图，整个运动过程忽略空气阻力，已知上抛时初速度为每秒20公尺，加速度为10公尺每秒每秒。回答第35到第36题。第35题问，请问小球在 O 顶点时瞬时速度为多少？ O 点是顶点，就是最高点。东西上抛它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，然后呢到达是零的位置，因为它不再会有速度，所以不会再往上升，所以才会是最高点，但是它也没有往下掉，所以它因为停在这个瞬间停在这里，所以是最高点，因此它的瞬时速度应该是零。所以第35题问我们说，小球在 O 顶点的瞬时速度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每秒0公尺。